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这次广交会哦，收获非常多，也碰到很多新的好朋友。那其中两位球友啊，算是我的粉丝，陈子龙跟张宗明。我们在聊到这个美式球桌跟这个中式球桌啊，注意进球还有下赛，结果陈子龙用到微赛，非常贴切，微微的下赛比小赛还要更精致、更精准。我说以后让我用微赛两个字啊，因为他脱口而出啊。很有活力，两位年轻人。那这是总部哦，每个型号只带一支。这 CJ8 好，这是带去的是伽马前节。那大雄刚好是定这个配备哦，所以这次带回来这支就是给大雄。那他说希望我能够在影片当中啊打一下。那我想我好久没打一条龙了啊。那还有前几天呢，这个小周来拿他的 M6 啊，感谢大家喜爱啊。那好的球杆哦，我们尽快哦，这几天在盘点哦，总部那尽快赶快发货给我们，他订的朋友稍安勿躁哦，尽快给大家一个回复啊，能够赶快拿到球杆。那还有今天这个 Steve 从台中出差到台北，跟他的台北好朋友亚伯特啊来打球哈，也来探班，感谢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条龙都打同一边了哦，来。中杆左塞一颗星，好，一样也是用一颗星，好了，高杆一点，这球就不能太平了，要稍微高杆，就避免啊跑到颗星边上。这球也是一颗星，下一点点右塞，一条龙跟 L 型一样，我们就避免了母球贴颗星。好，好，这球可以两颗星，目的就是不要贴颗星啊。我们练这个就是母球不要贴颗星，下低杆，我们拉一下好了，左塞有反应啊，低杆，好，这个点一下底带，精准的点一下，拉杆一颗星右塞，好，一样也是做底带，推杆。右塞两颗星，好，我们把角度弄好，因为后面的球要注意角度了。哦，这个球我右塞旋转值不够，应该从这里碰颗星啊。好，那这球放楼，注意力道，这球自己没打好，来。挑战一下我们的四颗星啊，偶尔要挑战一下嘛。应该是有了啦，有时候新的球杆哦，送杆都有点比较好，四颗星完成，延伸没有问题。好，感谢很多朋友支持我们好杆。大家保重平安。